这两天给我在兄弟家是憋坏了，我寻思出来溜达溜达，然后我兄弟跑过来跟我说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说家里的余粮不多了。那个嘴呀、就好似那骗人的鬼，我都想给你使出一招佛山无影腿。之前跟我说家里的东西就算猪站起来了也吃不完，现如今拉着我去超市，咱俩到底是谁站起来了？关键非说是我费粮食，当初悔不该让我来他家住。他说他今天只需要买一盒酸奶，结果一来了超市，那如同脱缰的野兔，露出了本来面目，是瞪都瞪不住。哎呀，那小腿跟装上的风火轮似的，这简直就是一哪儿脱下凡呀！啊，这感情走着走着就散了，这东西买着买着就多了。不要再让我看到雷碧这两个字儿，之前我被人泼过一身，你小心我用你口红写作业啊！你这孩子咋死犟呢？哎呀，就一个破超市逛了俩小时，为了跟上你的速度，我跨过轴子快抡冒烟了。也不是说出来想买点啥，就是想出来溜一溜，待在家怕腿生锈是吧？下回自己逛，我睡觉，懂？哎，等等等等，这不是谁家那小谁吗？这怎么还追家里来了？没完了，你是不是准备让我泼回去？